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股市 Kim 罗的节目，我是 Kim 罗梅姐。那么今天的台股呢，是一个呈现一个开高呢，创历史新高哦，已经来到了22,000。但是梅姐一直跟大家说，22,000不是重点呐、啊，那重点是在于你有什么股票。那今天呢，指数创历史新高，但是收盘呢却是虎头蛇尾啊。那中场下跌66点，那在指数呢，已经来到了22,000了。虽然中场是没站上了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看我今天也不要知道了。你如果超前，超前你就没有伤害。为什么要这样跟大家讲呢？其实，今天呢，虽然行情只有下跌了66点，只有下跌66点，那大部分呢，你如果说扣掉台积电啊，扣掉鸿海啊这些，那算起来呢，整体的行情呢，大部分的个股其实是惨不忍睹的，跌多于少啊。那上市柜上涨跟下跌的加速无法合计。合计上涨的只有600多家，下跌的高达了上涨的2倍，就1500多家，所以你开心吗？但是在今天这样的行情里面，我不敢跟你说我的股票就没有跌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观念就是什么？就是你如果有超前，你就没有伤害那你如果都跑去凑热闹，你知道？你看我节目这么久了，你知道梅姐最不喜欢凑热闹。那你想想看哦，我在上个礼拜五，我特别的录制了一个影音，我告诉大家不要去追价，不要追价。大家都在夯什么？大家都在期待什么？期待这一档啊，2359的所罗门啊，机器人概念股啊，关紧闭，它出关后会不会越关越大为？这礼拜我们就会知道了。但是呢，梅姐虽然知道她很飙，大家都在跟你讲，那你看看，你再看看，在跌的时候会不会有人跟你讲？那你想想看哦，关于机器人相关的概念股，你看这档隐汉是不是也是很飙？所以大家，我想要告诉大家，你的眼睛你不要只有那个灯，不要只有灯才是股票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也叫做灯啊，这个也叫做灯啊，你了解吗？这也叫做灯，如果你去追。所以梅姐为什么情愿我后面我上面不赚，我也不要冒那种风险，操作不就是这个样子吗？好，除了这档以外，你看哦，一样。你最喜欢看灯，那你喜欢看这种灯吗？是不是？那在过去是标股，是不是标股？然后呢？是不是标股？那为什么大盘一不好，它就错成这样子？也是灯啊，你就紧张要死。你现在你要卖，你要排队，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这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分盘交易嘛，分盘交易嘛，也是那个灯啊，也是那个灯啊。你还喜欢灯吗？过去不是涨很飙，都是灯。你眼里如果都是这些灯，那么后续你会看到这个灯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想到，梅姐买的股票，梅姐讲的股票都没有灯，我不想看。那难道你想要看另外一种颜色的灯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呢，今天虽然行情只有下跌66点，很多人呐、是哀嚎哀嚎哦，片言，你知道吗？贡献台股的点数，你看台积电、鸿海、奇鸿，我们扣掉台积电，扣除鸿海。台股是惨不忍睹啦，那影响那下跌，其实影响点数最多是什么？就是航运呢？那之前大家没看，就是看好哦，做它报价，但它报价一直在涨，一贵难求啊。那今天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你也看到灯出现了吗？你喜欢的灯，我知道我现在讲你不喜欢听啊，你喜欢的灯，它没有灯，它的灯最低也有亮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为什么你们看，你们都喜欢追，你们都喜欢追，得来是这种结果。我今天讲话比较严肃一点，为什么比较严肃一点？我不是在取笑大家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我自己的股票也是跌，但是呢，我是如果是领先，我今天不用害怕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里后续今天的下跌，今天是礼拜一，今天是礼拜二，好，昨天放假。今天是礼拜二，六月其实才上旬，还在上旬嘛，还在上旬嘛。那这礼拜有什么重要的大事？其实这礼拜不缺题材，苹果 WWDC 开展嘛，他这个哈、助理要打屁股哦，助理要打屁股，因为他月份写错了，好吧？那我们就看后面就好了哦。苹果 WWDC 今天凌晨哦就已经开始了。就已经开始了、那再来美国 CPI 数据、这都是重磅级的 Fed 利率决策会议，央行里监事会议， PPI 数据，台积电出席、这都是重磅的事件，所以要集中在这个礼拜。所以今天的震荡，其实你要选择哪些是可以把握机会，哪些是不行把握机会的。六月份真的不缺题材，虽然今天已经是6月11号了，但是我要跟大家讲，你在关注的 AI， 它绝对是主流，没有错。但是在这一段期间，在这段还有几个月的期间，它有一个空窗期，题材空窗期。所以是现在你要看的是什么？苹果 WWDC， 我知道你看我每天都在跟你讲苹果。你在看 AI， 我在看苹果。现在是 ING 哦，苹果 WWDC 是 ING 哦。那我是不是跟大家讲，台股无极限？但是虽然指数到22000，你在期待？当然每次连线主播在那边问我，22000哪时候可以到啊？会不会突破啊？会怎样怎样？我都说这不是重点，我们不是做指数嘛。纵使在盘后的节目当中，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啊。台股无极限，今天是不是再创历史新高？是不是来到22000之上了？还多3点。但是呢，你还在看辉达，你还在看辉达那个帅哥，好，他都要先暂离台湾了，哈，暂离台湾了，对不对？但是。在当下，我相信你看我节目一段时间的时候，你如果都看我节目一段时间，你都知道，我不喜欢做赌的事，我做有把握的事。当下呢，好，5月22号的时候，你在赌辉达财报，梅姐已经看到哪里？苹果。梅姐知道你每天都在看辉达，你上礼拜，你上礼拜五你就要关注了，你要关注，好像他股份一开始会怎么样，结果涨了 0.75%、有震荡哦，有震荡哦，完成股份一开始、那你现在注意这边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你应该注意的是这个啦，苹果。你会想到梅姐、你真的很烦指标哎、但是那上礼拜每天跟你讲苹果，每天跟你讲苹果，那为什么他在昨天下跌收黑 K， 他今天你要了解他的原因，不是看股价涨跌。我就跟你讲过了，我刚刚举的那些例子，你都喜欢看这些灯，你都喜欢看灯，你都喜欢，我举这个好了，你都喜欢看这个灯吗？结果咧，你如果去追价，你就是追这个灯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梅姐眼里没有灯啊，不代表我不会有灯哦。你听得懂就好了，我不想要讲得太明显。苹果今天凌晨召开 WWDC， 但是它的股价不涨反跌。那你觉得，梅姐你判断错了？我告诉你，我错的时候，我照样跟你讲啊。
你听我节目一段期间的朋友，你一定都知道，对就对，错就错，我没有在那边啊，今天涨什么讲什么，明天涨什么讲什么，今天跌什么不讲的。苹果今天跌，我照样跟昨天跌，我照样跟你讲。它不是没有题材，现在你要聚焦的是苹果概念。为什么它跌？我还在那边讲，因为我跟别人不一样。上个礼拜还有多少人在说海运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今天不是要泼海运的冷水，因为我早就告诉大家，哦，我不做赌的事，因为你整天要关注鸿海议题吗？是不是？那你谁知道？天知道它哪时候会结束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 ，WWDC 的重点，有些人认为这是利空，有些人认为这是利多。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 WWDC 的这个哈 ，Vision Pro 啊，重点，我们直接讲重点。Vision Pro 将形成八个地区贩售 ，iOS 18。你如果每天有看梅姐连线的朋友，梅姐都有讲 ，iOS 18作业系统会发布，然后呢 ，iPad 好 ，Apple Watch 作业系统要升级，好，梅姐也要哭了，好，因为梅姐才刚换一个 Apple Watch， 哦，啊，她作业系统要升级。那苹果 AI 发布结合 ChatGPT， 将 Siri 语音助理升级，啊，那这些我就不再多讲了。那你认为会有换机潮吗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我过去直接，我是。领先，我五月初就跟大家讲了，我一个月前就跟大家讲了，你要看苹果。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跟大家讲超前部署就不会有伤害？我五月十号哦，我就跟大家讲，而且我不是哦排二十档股票让你选的，苹果 i16 超级循环，但是呢，好，你可以看到哦。6月11号是今天早上，你会看到这个，哎，不升级没得用，不升级，你纵使你是 iPhone 15 哦，不升级也是还是没得用这个 AI 的功能，要 Pro 系列，要 Pro 系列，所以你如果是买 iPhone 15以下的等级，好，所以或者是 iPhone 14啊，或者是13啊，这些好，就是以下的这个是等级。你如果想要有 AI 的功能，你是不是要换？你是不是要换？所以这边他们讲说 ，iPhone 15用户要哭了。那 iPhone 15用户要哭了，为什么他们要哭？他们如果想要 AI 的功能，他们要换机嘛？所以会不会有换机潮？梅姐的看法，我认为是会有换机潮的。梅姐看法是会有换机潮的，因为连梅姐都很想换了，都很期待，可是没办法，要等到秋季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股票，哎，我们先把它赚起来。你要买手换手机的钱，我们先从股票赚起来，不是很好吗？是不是？梅姐是领先预告苹果概念，我就只有跟你讲，我不是跟你讲二十档让你挑，哎，不是想二十档哪一档涨停。我讲哪一档？那有些人真的是比较倒霉啦。如果讲到海运，哪一档？都这样子。那一啊，你如果追到高一停损，二你就是硬凹，梅姐不做没有把握的事。我领先预告苹果概念，五月十号哦，重播带我就不再放了。我领先跟大家分享哦，3406玉金光哦。我们看3406玉金光，我今天就直接跟大家讲，我的股票也在跌，我的股票也在跌嘛，啊，但是我的股票有灯吗？没有灯，它没有长红灯，也没有绿灯，不好意思，那你大失所望了哈。它先跌 1.44%， 跌 1.44%， 那有人会讲说，哎呀，梅姐你很笨呢，你既然看好光，为什么不全部都 all in 光，包含呢大力光，是不是？我之前是不是跟大家讲，我会员资金只有一套，这大力光一张200多万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说大力光，
阿大力光跌六点六趴以上，为什么我看好的一样是光，在修正行情里面它跌一趴，是不是啊？一样是光，你再比较一次哦，哦，甚至是大力光的子公司，它也跌4.7%，为什么一样是光，它在涨的时候人家也能涨了？啊，跌的时候人家还能抗跌啦，啊，不选这道光，我要选哪一道光？是不是这样子？而且我是涨上来才没有创新高，才能够叫你追吗？梅姐，这人里面没有追加这两个字啊！你看我5月10号这 K 线形态在这边创高没？创高没？我们看 K340，我们看3406玉金光，5月10号。就在这一天哦，阿潘子还在跌，阿梅姐是全世界最呆的阿呆啦，跌的时候在那边讲股票啦，谁信你啊？因为大家总是有坏习惯嘞，喜欢那涨的时候还没追，啊跌的时候没有，我要砍了。但是梅姐跟你不一样，这是梅姐的专业啊。我全市场没有人敢在跌的时候跟你讲了。少数啦，我也不要打坏所有的人，少数啊，少数啊，梅姐是其中一个。我在跌的时候跟你讲，啊，这边是买点，然后这边当时价位不到450，现在呢500多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不用跟你追啊。但是呢，虽然我已经有掌握价差了，我说你若领先卡位，你今天不用怕啊。纵使你今天。你昨天好，不是上礼拜五才去追的，这是你上礼拜五收盘追的，你今天你的疼痛就是1%多，哦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修正的时候我又来了，好，拍谁最喜欢修正的时候我又来了，他将风云再起，玉金光，我跟大家讲还有高点啊，你看我节目，我有跟你讲。所有光吗？光有很多只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今天他受大力光拖累啊，因为大力光他有一个侵权案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大力光呢，他就修正比较多。那因为什么我一直看好玉金光？我现在题材我跟大家讲很多，尤其是在盘中连线，我跟大家分享很多。我今天不再多说，因为时间是有限的。AI 苹果机器人这些题材它都有，我就是领先跟大家分享。我跟大家讲啊，今天它会压回，今天要不是受到行情的拖累，它是直接喷上去的，直接喷上去的。你看它五月营收哦，算是月衰退17%。啊，月衰退17%，但是其实，第二季本来就是镜头厂商的旺季嘛，的淡季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想想看哦，它的 YOY 是成长1倍以上，所以呢，近期玉金光会准备反映 iPhone 16的拉货动能。你想想看哦 ，iPhone 15 Pro 以上，你可以选择不要换机，但是 iPhone 15以下的。你要有 AI 功能，你就要换机。那换机，好，我们现在 iPhone 16全新搭载潜望式镜头，你说它能够吃到多少饼，对不对？那玉金光，我跟你讲，还有高点啊，如果你永远都跟在梅姐后面追价，你为什么不一开始跟上梅姐脚步？唯有领先布局，才能抢得先机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梅姐说的跟做的都是一致的，但你想说，你看梅姐的节目就能赚钱？我告诉你，我的会员专属，还有我就不公开，3天9%，啊，他也是苹果受惠的哦。6月5号超前部署哦，什么叫超前部署？就是这样嘛，谁会在这边买？这都是证据哦，你如果可以看比较大，这都是证据。想要领先布局，找梅姐就对了。下一档，你要准备留意什么个股？
欢迎你跟上梅子脚步，利用广告时间跟我们线上助理人员洽询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进广告，待会回来。双高操作策略，好股票追高风险高，低阶自然就获利高。我相信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，你应该都知道了很多，我都已经叙述了很清楚了。那我要领先布局才能抢得先机，不要做那一种有疑虑的事情。你如果说看报纸做股票，你看他今天早上这是6月10号昨天的新闻，全球货柜荒难解那长荣、阳明、倪家珍延期租柜费，那这不是天大利多吗？但是你看到今天航运指数，我一直告诉大家，它后面涨再多我都不追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赌。你可以投资，你为什么不用？你为什么要赌呢？那结果呢？你今天盘中你看到这新闻，以哈战争，美国提议要停火计划，结果呢？航运指数马上这样子。修正了，创高后修正了，下来直接跌破月线，你需要冒这样的风险吗？那同样是下跌的，银建指数，今天银建指数但是我们如果说它这个是因为央行它要管控嘛，它要管控，它打房嘛，那但是我认为呢，央行管控。如果是长线，它才会出现效果。现在预售屋大量完工交屋时间大约落在1.5到2年。那我们去看看现在的房市怎样，买气完全不减啊。你现在买房子你如果看看大排长龙有没有啊，装潢很好，那不是排小笼包，啦。我告诉你，那是在排买房子啊！台积电辉达效应甚至蔓延到南部去了，人家排队买房子，你绝对都想不到的。所以呢，一样是有利空的新闻。你如果说看利空的新闻，你在害怕，我告诉你，天赐第一号啊，这它也是属于银建股哦，今天的压回，我跟你讲。我认为是一个绝佳的好机会，天赐第一号，为什么呢？它没有题材吗？它没有基本面吗？储备按量600亿，业绩2027都没问题，所以今天压回是机会。那如果你想要跟上梅姐脚步，不要跟在梅姐后面追价，想要领先布局找梅姐就对了，欢迎你利用广告时间跟我们线上助理人洽询。这是大家操作顺利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